我问大家，登记拿出来，是不是男生？记者先生、小姐可以看你美丽的照片，亭亭玉立，当年十八岁做登记拍的照片，大家都是男生登记。但是在万德雷先的概念下，香港有一国两制，马来西亚也有一国两制，一套法律是给土著用的，另外一套政策是给非土著用的。土著是一等公民，第二等不是非土著，第二等是从印尼游水过来的难民，然后拿了登记也做土著。第三等也不是非土著，第三等是菲律宾移民去沙巴拿到大马卡也做土著。第四等才轮到郑和的后代，500年前下西洋，到今天还是二等公民。